我早晚会甲伊一条错走，你要信？你若真正要甲我作对，莫怪我甲你秘密。你真紧哦，都要捣蛋没啊？你完蛋了！到我的调查就是嘞，就是爱叶顺风铁算，其他的调查我一点仔兴趣拢无。三更和叶顺风铁算，你要真敢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大林一起去死啊！你到底做什么？让他嘲讽也来个六亿，和你五星啊！这两天是卡点的。和你都知影五星的时阵啊，足紧张的压力足大的。有这种妈妈，这个囡仔要住在你的腹肚内底住十个月，那是要怎过啦？和你腹肚内底的囡仔，敢真实是大哥的？可是不是，是变怎？你住在你必须住在地上，人得出现，无论你做什么代志。马上打电话给你讲。哎，兄弟，你完做了？啊，真好。啊，你弟弟怎样？独家我传一张相片给你，你要去查相片内底迄个查某囡仔，甲叶文聪到底什么关系？那不是阮爸妈叫我来，恁当作我真爱看恁的歹面相信？安尼你走啊！我今日要创啥？你一点做人心不大，太大的自觉拢无呢？不管独家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即马随去甲人回信嘞，叫伊原谅你啦。先刷在我面头前假报道，你是不是跟叶文春联手，闭鬼闭怪要骗我？我若是跟你讲，我早晚会跟伊一条错走，你不信？你若真正要跟我作对，莫怪我跟你秘密。你真紧哦，都要捣蛋没啊？你完蛋了！到我的调查就是嘞，就是爱叶顺风铁算，其他的调查我一点仔兴趣拢无。三更和叶顺风铁算，你要真敢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大林一起去死啊！你到底做什么？敢那嘲讽叶安那个六爷？